大家好，我们是第六组。那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台大森林系的朱荣俊。是工科生吴佩如。是中华大学一二。我是内湖高中的蔡永。我是文华高中的徐廷伟。我是东海的叶。我是海山高中郭建军。我是光仁国中陈彦廷。我是海洋大学的尤月。大家好，我是我们这次提案行动的题型叫做空屋行动导览手册。那这个空屋行动的取名的意义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日本长崎群岛，因为就是空气中辐射太多而导致当地就是已经无法居住，那我们不希望在台湾也因为空气污染太严重而导致居民为了生存而必须迁移他乡。那我们有那个短期规划，短期规划目的呢是希望就是可以推广就是 PM2.5 跟空气污染的概念，就是让更多民众了解就是我们台湾目前的现况。那我们预计的时间是两个月。那前期筹备呢，就是我们会有第一个就是环岛路线的规划，我们会分成就是摄影组、公关组还有宣导组。那环岛路线的规划，我们会就是以就是规划在要在哪个点、哪个地方去做一个宣导规划。那然后会搭配就是粉砖的架设。那我们粉砖架设主要是在我们行动开始前，希望让更多人可以了解我们行动，知道我们想要做什么。那具体的行动就是第一个蓝城计划。那我们蓝城计划呢，是希望就是我们在步行在各个地方的时候呢，会利用可能会身上佩戴 N95 口罩或者是就是冷气的滤网，然后借由这个滤网或是口罩的污秽程度来比较各地的空污状况，然后也可以让民众更就是浅显易懂的了解，就是各地的就是空气污染状况，然后了解自己这边可能空气污染的严重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在人口比较多或是观光客比较常聚集的地方呢，再到当地直接测试当地的那个空污情况，然后插上相对应的空污器，然后希望可以借此吸引观光客或是当地民众的注意，然后就是可以跟他们宣导说空气污染的状况这样。然后为了就是让大家更可以就是了解或是更广为推广我们的就是想做的事情呢，我们会就是改编耳熟能详的歌曲，就是以歌词改编，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大家传唱这样。然后我的愿景是希望可以达到就是传达一个改善空污人人有责的概念。那我们在宣导的时候会有个实质行动去跟民众去做宣导，就是第一个一天一素食呢，就是因为减少吃肉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一些就是温室气体，就是像甲烷之类的排放。那随手关灯呢，就可以减少一些电量的，就可以节省电量。然后我们这边有提出一个冷气节能方案，其实蛮多人都知道说，如果你在刚开冷气的时候，前5到10分钟，你可以开个窗户，可以开个小缝，这样可以让热空气比较快流出去，然后冷空气室内就会比较快冷起来，然后也可以搭配电风扇，就是让冷空气循环在室内，那就可以减少冷气开放的时间。然后第四个就是宣导大众运输的观念，第五个就是可以宣导就是健康多走路，走路可以既健康又就是减少废气排放。那我们这边有编一个就是顺口溜，让大家听一下。来来，大家可以跟着我念。一是这边有1、2、3、4、5嘛，我们来跟一天一餐来吃素。二是随手要关灯。3是冷气加电扇。4是公运多搭乘。5是健康多走路。多走路。谢谢各位。环岛结束之后，我们会有个持续的推广，就在我们粉砖上面呢，我们会就是把环岛过程还有所见所闻拍成一个类似纪录片或是30秒短片的
影片放在粉专上，就是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活动，然后也会有个粉专主场。就在我们环岛途中呢，我们会遇到，一定会接触到当地的居民，那我们会就是访问他们，就是想要把他们的故事分享给大家知道，说就是空气污染对这些人造成什么生命的故事这样。好，那接下来换我讲中长期的规划。那中长期的规划，我们想了四个方法。第一个是游说政府，我们借由环岛这个活动，我们可以吸引民众的注意，因为环岛是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个活动，还蛮被吸引的活动，所以我们就想说可以吸引他们，然后让他们知道 PM2.5 的事情之后，然后我们借由人民的力量一起推，就是游说政府，让政府开始对这个议题更加重视。然后第二个是再生能源替代方案，在那个替代方案，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查到这个，这是法国的风力发电的装置，但它是一座整树，我们叫它风力发电树。风力发电树它是借由上面的叶子有72片，它们借由风吹就可以利用力学转换成电能，让它可以就是发电，然后我们就可以不用再用一些比较火力发电之类的装置。然后这是它的叶子的方式样子。然后第三的话，具体的简单措施，我们想到的是说，我们装 LED 灯，就是我们现在一些路上或骑楼的灯泡，我们可以借由装 LED 灯来减碳，因为 LED 灯它的消耗电的能力是比灯泡好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借由装 LED 灯来就是减电跟减碳，然后之后也可以再深入政府跟学校。然后还有一个好处，你想哦，情侣走在这个路上，然后那个灯是装 LED 灯，它就不用怕被电灯泡干扰，所以我们装 LED 灯是好事情，对。好，然后第四个是大众运输工具。大众运输工具的话，我们想到的是，因为中南部汽机车的量还是很多，所以会排放很多空气污染，就是烟瘴气，导致空气污染严重。所以我们就提倡多捷，可能希望会多建设捷运啊，或者多搭公车之类的。然后我也希望建设 U bike， 因为 U bike 就只有台北有嘛。然后我们觉得希望中南部地区它可以建多建 U bike， 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减少空气污染，而且脚踏车也是一个速度还蛮快的交通。那我们刚刚前面的做环岛的一首歌，我们就是借由恋爱 ING 来改变。好，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哦。未来世界那少谁都不行。
好，你建筑刚好唱完歌就十分钟嘞 ，OK， 时间非常好，刚刚好。这一组非常特别，大家刚刚看到他们来自我介绍的时候，发现他们多半都是高中生嘛，对不对？对，然后觉得好感动，然后竟然还有国中生的，我现在来专访。你是叫什么名字？陈燕婷 ，OK， 你是在场还有国中生吗？我有啊，坐那边。好，来，为什么会参加这个活动？因为上面是他每次嘛，我问我说那个要不要来，我就来了。还不拍手你们？好感动哦，好 ，OK， 来，评审，另外一支麦克风。身为也是逛了国中的我，一定要给学弟一个很好的嘉奖。对，然后我就是觉得就是很惊讶的是你们的顺口溜，还有海报，还有歌曲。对啊，这个海报做的，哎，大家举高点，这个海报是什么时候做出来的、啊？昨天晚上做出来的吗？还是之前的？之前的做的。挂在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对啊，好 ，OK。对，我也觉得你就蛮好的，一啊。然后第一个是你们的年纪很多，然后我觉得你们非常的善用了你们的优势，就是你们没有太多的就是其他的，但是你们运用了很多话都是你改过歌词，然后唱歌方式，然后还有练习，就是还有这些，我觉得都是完全用了你们的优势，我觉得就是很让我印象深刻。然后有但有几个是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包括其实现在的新北市已经全部都换成 LED 的路灯了，然后所以有很多的建设正在更新的部分，所以对，然后现在县市政府有一个到明年三月的节电计划，是全县市政府要节2%，然后有一个公开的网站，所以到时候看怎么样再分享给你们。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很喜欢你们的那个环岛的概念，然后跟故事的分享。然后但我有一个小小的自己的想法，就是那如果我今天不是你们的团队，但我也有环岛，然后我也想写故事，可不可以加入之类的？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可以把你们的问题有没有，就是等一下可以回应，就是可以把问题都分享在网络上面，然后让就是来环岛的香港人或谁，就是别人，然后他们可以一起分享故事。对，好，可以要回应吗？就是我们那个设置那个粉专的概念，就是也想要让，就是他有故事想要分享，他就可以透过粉专联络我们，就是然后我们帮他分享这样。好，请。本来想说大家时间不够，你们怎么还有时间自我介绍？原来是后面留了一个梗，有国中生啊，特别那个让评审加分。我觉得这个整个 idea 其实都非常非常好，害我也认真的开始去思考说你们要环岛，那你们是哪个季节要去环岛？因为我开始担心说到底是冬天去还是夏天去。我为什么会想这个问题？因为环境，我们台湾空气污染大概是哪个季节比较严重？冬天。但是你又谈了节能减碳、冷气排放这件事情，那所以它的耗电比较尖峰期是什么时候？所以我在想说，你们到底是要哪个季节去？这个最牵涉到你们其实主题太复杂，就会有这个问题。对，其实你们光是这个空屋这个主题，其实设计的就很好，很多办一些单一性的活动，就是宣导活动，其实那个主题非常清楚、非常简单，然后很上口，其实它的效果是最大的。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好 ，OK， 好，但是我觉得这一组其实还是真的非常的精细。就如果你们大家有看，就是细看那个海报，真的还蛮感动的，哎，就是真的做得很好。哎，好好的主持人，不要那个。对，设计部有缺人的话，可以来这边挖角。对，设计部可以来这边挖角。OK， 好，那我们就谢谢这一组喽。